荣耀台南单车嘉年华来到我们第十二年哦，来点欢呼声。今天很高兴哈，那已经是第十二年了，我们来到安平的狮子码头。好，但是我想这么早，大家有这么多好朋友，一定能够提出很快乐的一个周末假期。待会祝福大家，真的是轮到台南，让我们台南更棒更好哈，这才是真正我们很重要的哈。走合拍照片。